你说过也让人看清爱不轻哦，
兄弟也不用干了。好，以后就各走各的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哼，再也不见。大哥，大哥，再怎么说他都是你哥，放他一个人走了，要是出事怎么办啊？Thank you.
就想到我自己，我以前曾经常常骗别人，甚至欺骗我自己，我做的坏事比你们更多呢。马丁医生教过我要帮助需要的人，虽然那些人可爱，所以你们把我撞在这里还想攻击我，但是我知道这样的人最希望的就是被原谅，所以我原谅你们。这里有些食物，来一起吃晚餐吧。
明天可要继续帮小妹治好她的眼睛哦。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不劝劝我们啊？我第一次发现他们这么开心。我曾经听孤儿院的老师说过，喜乐的心就是最好的药，而忧伤才会真正使人生病。求求你们，其实我也什么都不会，给不了你们什么好处，我只能拜托你们，为了我，为了我的哥哥姐姐留下来吧。明天说谎罪恶代价我帮助，提醒要胆寒不见光明前途，每天活得好痛苦。想，心中有歌。
身体百科啊，就是